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广岛大学，简称广大，是一所本部位于日本广岛县东广岛市的一流综合研究型国立大学，旧制官立大学之一，创立于1874年。广大是日本16所全学科大学院重点化大学之一，也是 TOP 20研究大学的重要成员。2014年，广岛大学被文部科学省选为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的 A 类顶尖型大学。作为一所综合性极强的高等学府，是日本四国中国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学。广岛大学有着全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，其科研名人辈出，在亚洲享有崇高的声誉。此外，因其崇尚自由与和平，向社会全面开放的教学精神，吸引着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。